连续强降雨的影响发生了一个溃口。当之后呢，拟定的方案是紧急由大型的车辆紧紧的回溯一下这一个溃口险情所发生的一个情况。在7月9号的时候，我现在所在的这一个湖北黄石阳新县富河干群众开展生产自救。在早上的8:22的时候，此前遭受洪水阻断的中洲围是终于迎来了一个强度是非常的长。现场的施工人员告诉我们说，是达到了将近188米左右。9:30的时候，这里是发生了围堤溃口的险象，使得周围大片的农田和村庄是遭到淹没，8000多名群众也是被挤。